转身了。好，大家好，嗨，兄弟们好。今天想不想玩点刺激的？刺激的。怎么个刺激法？猛套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要来抽的是这个转生史莱姆的魔王的盛宴。Yes。A 闪就是利姆鲁 ，B 闪是米利姆 ，C 闪是恶魔迪亚波罗，最后一个 Last 就是魔王的异色版。这个 D 也挺不错的，因为这个 D 它是魔王主题的碗，之前都是盘子啊、杯子啊那种，就其实不怎么用到的东西。那你说这个，这到底又没有？那套你都没有剩了，你看看何况今天才刚上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被抽完了，就剩十二发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已经爆炸了，好久没有爆炸了，这种毫无悬念的感觉让人觉得好爽啊！看谁先抽 A 好不好？好啊。G 上的设计，我操 ！H 啊是一个亚克力的挂饰，你逆一张毛巾。是 H 是 A。现在不都是小垃圾了吗 ？H G S， 我拿是吗 ？Last 就是 A。这个 Last 它跟这个 A 上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手还有这个底座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那种偏紫。你看它颜色紫属手哎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今天我22岁，白手起家，从无到有，第一次人生全款拿下一套 A 和 Last。哦，爆了！哦，爆了！